哥，你报哪一组？报最弱的那一组。那你准备的怎么样？觉得今年状况比去年好一点。去年好，但是怕吃不饱，所以外带一些回饭店、回饭店吃来。希望可以吃饱一点，明天可以跑快一点。对对对。大家，志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没准备。我没准备。那我惨就拍啊！累死了。佩里，你恢复了吗？两个礼拜，走路应该没有问题吧？两个礼拜应该可以了。24小时的记录保持人谁？石川佳彦还是冰磊？你要尬一下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耶！加油加油！跳也跳。崩溃。12小时内哦。还有差5分钟啊！去年慢了一个小时。你觉得很好跑吗？好不好跑？觉得店比较难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刚好吧。好不好跑？开个车很累啊！恭喜秀心姐，出百 K 啊！出百 K 哇！好崩溃哦！12小时速很快了啦！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哎，何董，累不累？快死了！快死了，是不是？好难玩哦！12:15很快耶！哇，很烂呐！哇，好累好累！高大哥，好跑吗？好跑吗？比去年硬啊！比去年硬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比去年硬那么多？是啊，对啊，爸爸团唯一的完赛的出现了。还有这两个，这次好跑吗？比较热的关系吧，比较热，大家的神经都退步了。我这个退步是3至10分钟。是啊，没关系，有跑完就好了。云姐第一次参加西南100。对啊，去年没有跑到，去年去大屿山。那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的平常心啊，因为我是以赛代训啊，目标在 UTMF， 但是以赛代训，就是先热身一下比赛的节奏。对对对对对，100公里也是很硬的。是啊，我们是第二次，第二次，我好失眠，有钱拿出来，很累吗？很累，我没有想睡觉，我的肩膀也在往事。啊，我后面感好痛啊！我知道，哎呀。好累这时间很长，太累了，也挺蛮累的。谢谢。啊，就是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累死了，我好生病哦，比我国家UTMF还。